大家生日快乐，我是台湾的国会议员，属于新的政党时代力量。在科索沃追求独立的过程中，是台湾曾经给你们支持，也从你们的这个运动过程得到许多的启发。期待未来两国的人民能够有更多的交流，那大家可以在国际上一起并肩作战，继续努力。科索沃生日快乐！各位红天球。